最后现在没有办法出国，不然我现在早在泰国那边磨唧唧了，磨唧唧了。我那个小费都往那边塞的。你有被网络霸凌过的经验？网络霸凌，我每天都在搞我自己的事情，我管他霸凌谁啊？我礼拜五还去夜店，我清醒的时候已经礼拜六早上，礼拜六中午了，我不管他霸凌谁啊！我整天事情都这么多，我还有好几个男生要搞。刚刚那几个是男模安排的，家人做什么都是我在管的。我整天那么忙，我还管谁霸凌我？管谁啊？我整天都看这些帅哥，我还管那么多干什么？我整天都在看洗澡秀的。洗澡，私生秀，结果现在没有办法出国，不然我现在早在泰国那边磨唧唧了，磨唧唧了，磨唧唧了，磨唧唧了。我那个小费都往那边塞的，是不是？我的生活很精彩，心中最被渴望解放的，都是良家妇。所以呢，我今天要想开这个节目，给不同年龄层的女性得到一些鼓励。节目中会有十八禁的话题。我今天要讲什么都可以讲什么，我连十九禁、二十禁我都讲，超过百岁都不敢听我说。女生也可以像男人做任何想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我叫他们脱内裤，他们都敢，我看你敢不敢看的。他们脱内裤，现在有另外一半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个人的条件比较高一点，毕竟我是个百分百的人，我要有钱嘛。你已经那么有钱了，我有那么有钱，他当然有钱嘛，花我的。他花我的是他觊觎财产，要把我抓骗保啊，不行啊！但是他比我有钱，男人就要这样，那女人能够依靠？你要有钱嘛，没有钱搞屁！一天见夫妻百事哀啊！我不想当个平面夫妻，他帮他付钱，我不是做不到帮男人付钱这件事情的。那当然最重要的也要帅跟高，如果你面对一个长得拐瓜裂枣，要搞搞屁啊！看到他就想吐，还要跟他在一起，那个是出去卖的才需要这样的，对不对？我也不用，不用男人长得拐瓜裂枣，他还敢说女生不好看，他长得丑死了。不用男人一点屁用都没有，还敢嫌你？你很有钱，口袋也没多少钱。不算很有钱可以吗？不算有钱不行啊！不算有钱，你出来干搞什么？去整容吧他！不算，我面对这个人，我们早上起来看到我就先吐一轮的，我还要工作吗？很多男生会觉得像我，第一印象就觉得我是这个样子，不敢靠近我。这种男生没有用，因为他不会想要认识你、了解你，他觉得这女生我驾驭不住，就是因为你没宰掉，没宰掉男人，我直接把他刷掉。女人都希望可以做小女人，但是今天你男人要做大男人，先要你有实力，你要有钱，你没有钱要管我管什么屁？你说又高又帅，那身材跟下面的尺寸你会计较吗？如果真的他太小，但是我们个性都很合，我就要付出嘛，顶多就这样，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去谈。你有遇过吗？嗯，目前没有，遇到我现在还会再来比啊，如果我早就嫁了。对啊，遇过我还帮他走，还没看完这个时间，所以那个。对，这个司机给我看完的时候，我跟这个所有女人讲一下，男人一定要多看，你才不会被骗。所以女人一定要多看，才不会受到伤害啊。